为从事圣洁的生活，拔了敬犯罪被人污秽，遍体鳞伤再三千痛苦，认识再无福已有罪了，心眼开让亮光照进来，求神赐智慧启示的你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多认识基督才是秘诀，被突然为他是最刚强，竟在是泪前慢慢退缩，不尽自傲不敢再自夸，用为著作者带有能力，心眼开让亮光照进来，求神赐智慧启示的你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多认识基督才是秘诀。多认识基督才是